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miko， 我在 FHM TV。但我很喜欢大家说我是他们的就是工具，对，练身材、练舞蹈、变漂亮的工具。我很喜欢让大家，就是被需要的感觉。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把这个习惯，我每教一堂课，比如说我这次要教八个八拍的舞步，好多，我会想好24个八拍的舞步，因为我会分。简单的、中度的、很难的，这样子等于是从完全不会跳的学生到很会跳的学生，他们都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内，就是得到跳舞的快乐。喜欢会动开心的人生，他喜欢宽宽大大的那个手，宽宽的肩膀，还有大大的脚丫，我就觉得说，很有安全感。去的时候，最喜欢那种。他会用眼角在一切的感觉，比如说我们可能出去吧，因为我在路上经常在使用，然后在图案就是把你拉一把过来，不错，或者是那个有人没有踩到你，就觉得好温暖。更多精彩的影片都在 FHM iPad 杂志。